我以前咧唔知點解唔敢做呢樣嘢咯，就係咧啲人係咪即係喺香港一條街咁你去行啦，咁咧你我而家咧係會疏張同佢停一下。我想問，我就諗緊，我係咪真係控制緊我而家呢個身體？我講白呢白色係咪真係我嚟？你唔好以為我黐線。我想講，唔知中學定小學嘅時候，我咁樣望住隻手啊，都諗緊呢隻手真係我嚟嘅咩？我真係呢個人咩？即係我嗰陣時已經有呢、這個。諗法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諗法就可以俾你時時刻都即係跳出你自己個框，唔係跳出個框入邊，係好似咪就係覺察咯。呢、這個世界真係一個假象嚟嘅。我覺得呢個世界呢、這個法則咧，我自己諗嘅，不過唔係自己諗，係我總結出嚟嘅，就係99:1咯。如果你要成為嗰1%，你就要做其他人99%人唔會做嘅嘢。如果唔係，你只不過係同一條道路，都一樣會。去嗰個終點必然嘅結果咯，即如果你跟隨其他人做翻相同嘅嘢，你都只不過係你係唔會做到嗰個少數嘅人咯。嗯，因為呢個世界本身就係要你做大多數嘅人啊嘛。嗯，即要你妥協啊嘛。同埋咧，呢個世界根本冇人真正了解你係邊個咯。其實你自己都唔明白。你首先你自己。有一樣嘢就係你自己都唔知道你自己係邊個咯，呢個人未必係你咯，你而家呢個人，仲要係每一個人喺你唔同嘅人生點嗰度，佢哋用佢嘅角度、佢嘅世界觀去睇你呢個人，佢根本就真係唔知係點咯。就好似上次有條友話我冇讀過書係咁噶啦，唔係淨係呢樣嘢，係好多方面都係，佢哋根本就係用佢哋自己嘅觀點角度，就以為睇到全世界，根本唔係呢樣嘢。因為根本個個人就係有個人佢自己嘅睇法咯。即是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的，不是未必是真的，肯定不是真的。每个人独有的那些价值观，所有一切都是因为你在小的时候身边的人帮你建立的。其实我想说呢，很恐怖的一点就是，你知不知道人们以为他们自己想的很特别，然后就在铺打一些东西，就不是在那里、哦、不是在批评人，我搞不清楚就是他們以為真的很特別，但其實他們只不過不知道那個 source 在哪裡來的，即可能你是 無意中你在網上看到很多一些東西，然後你就 tick 了那個 source 以為是你自己想的，然後你就覺得啊、哦、為什麼我想東西那麼特別的，我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人，我覺得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特別，我想說但其實根本不特別。其實我想說包括編劇啊，或者是他以為寫那些，其實還有我自己覺得呢，感覺做說完先藝術或者可能導演啊、電影影視那些，某程度上裡面是會有一種騷傲在那裡，但那種自那個叫什麼孤高清不知道什麼鬼啊，然後呢，因為我自己以前都是有這種感覺的我很清楚的了但其實是咯，即你明白嗎？我就剛剛想說，其實很多編劇啊，即是我因為我前排未說我不斷在那裡看電影，然後我自己又在那裡，那些叫什麼分析電影類似啊，其實發覺其實很多依家嘅電影根本就係揾翻之前，即係跟住就係參考咗之前嗰啲，即係嗰啲人嗰、那個個 idea 咁樣，跟住自己再去創啲嘢。咁其實冇錯嘅，咁但係永遠最勁嗰班啊，唔係我已經唔係講最勁嗰班，可能之前嗰啲人咧，再係參考之前嗰啲人，所以你係根本揾唔到咩嘅。反正有套電影係類似個名叫做《復本》咁樣啦，咩啊？副本即是 copy， 即是類似咁樣，即就係由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開始講嘅故事，跟住佢就係話，佢哋偶然識到嘅，跟住傾，跟住反正呢個世界所有嘢都係副本咯，即你無論係寫編劇，無論係你自己嘅人生，所有嘢都係重重複複，即之前已經發生過。係一定係嘅。因為我有陣時諗緊，例如你嗰電影節咧，係咪啲人喺度攞獎嘅？即我唔排除佢真係攞啲真係係真係值得嘅。但係我好多時候覺得咧，係有陣時嗰個 idea 未必可能真係喺佢嗰度嚟，或者係佢可能見到，佢可能係無意中揾到一啲完全冇人知道嘅嘢，跟住佢就喺嗰啲寶藏入邊拎咗出嚟當當自己。即你明唔明啊？即我好多時候。我去想創造一樣嘢出嚟，即係譬如話，我、哦、可能寫個劇本咁樣，想表達呢、這個 idea， 但你發覺咧，你揾翻之前嘅電影，咦，人哋已經講咗咯，你就唔會再想講啦，就係、是、咁。因為已經好似冇咗意義嘅，已經好似你 repeat 緊佢講嘅嘢。係啦，冇錯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咦，你
已經冇必要再講啦。既然人哋都已經講咗咁樣，咁呢個世界已經有人知道呢個 concept。唔係，但問題有時候有啲嘢唔同咯，你唔可以因為咁樣而唔去繼續做咯。啊，咁你又講得啱喎。你如果係咁嘅，我唔使做人啦，話點我都死噶咯。咁我點解一下仲有活著啊？唔係，咁你呢、這個。但不可以咁樣諗嘅喎，俾我諗到係啊係啊，你咁樣諗根本你講曬啦你。唔係，因為啊咁你講得啱嘅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咁例如你開餐廳，佢都開咗啦，邊個要開啊？跟住例如我唔係，即係你講嘅一樣嘢係俾我諗翻，即係如果係咁嘅話，咁其實依個世代嘅人未必係會睇翻上一個世代人嘅電影啊嘛。咁如果我喺今個世代，但係我再表達嘅話講埋。如果我在今個世代我再表達的話，那人家就會即去看，但是人家是不會看上一個世代的東西，那其實都有它的意義的，所以這明白了、okay. 什麼啊，但問題你的創作你都會想是由你的聲音去說出來，而不是人家，而且你說的方式可以是不同的嘛，那你電影可以是不會最善同的，還是什麼可以不同，或者你怎樣用什麼語言去說，即不是說語言，是就算個 message 相似，但問題係我用翻我自己方式去講喎，我佢啲咁樣套落去嘅話，唔使乜得都唔使做嘅，我想即刻死得咯。你都唔知道你整咗出嚟個影響力係幾咁大，同埋每個人都係佢影響力嘅咯。即係嘅，咁唔可以因為冇意義呢樣嘢唔去做咯。愛情只不過係好好聽咯，呢個名，佢哋知唔知愛係咩先？愛嘅。愛不是無條件咯，就算你對你阿阿媽對你個阿媽對佢個仔，阿媽對佢哋啲仔女，佢哋會例如奉獻多去犧牲咗成個人生生咗出嚟，但係重點係如果佢哋冇血緣關係，呢、這個愛就會斷咗咯。所以基本上呢、這個世界所謂人類呢個物種啦，就係自私嘅。啲人成日話有無條件嘅愛，根本呢個世界一切都係有條件咯，係唔會冇無條件呢樣嘢咯。那個條件不是說一定是利益那些，即條件不一定是關於利益這件事，但是那個條件是他總之一定要條件，或者人們說例如我喜歡一個人我不看樣子，你是不是真的不看樣子，如果他是一隻豬你會不喜歡他，即如果他毀了容，如果他的樣子如果他是第二個物種你會不喜歡他、啊、這個給我想起 一套電影叫不知道記不記得，我知道啊，我水那個嘛，你嗰個信念同你嘅行為係連成一線，咁樣先至係最大化嗰樣嘢。同埋，我覺得愛呢樣嘢唔係靠你追翻嚟咯，愛係互相吸引咯。係，哇！依、這個講得超好。愛係雙方就友誼同埋親情，所有關係都一定係雙向，除非你係嗰個人主仆關係咁都冇可能。除非你係單方面俾咗某啲好處或者利益佢，如果唔係佢就唔會單方面咁咯，即一切都係等價交換，或者未必係等價，一定會有某程度價值上可能好似有天平咁，一定有唔對稱嘅時候，但係永遠都一定唔會空嘅咯。即由十二月上年開始啦，我每日喺度寫低嗰日發生咗啲咩咯，跟住發覺咧，你係真係如果你唔寫低係唔會記得，同埋你寫低咗咧，係有種好搞笑嘅感覺咧，你會見到一步步去推移某啲嘢咯，我十二嗰時我寫低咗，話點解我爆咯嗰日，即係我喺人哋面前狂喊嗰日啦。跟住我嗰日嘅嗰個禮拜，嗰頭一日第一日啦，因為嗰日係星期日嚟嘅，即係爆嗰日。跟住第一日我話最近我對人類嘅不滿同埋厭倦已經到咗一個極點。我發覺由我開始寫呢樣嘢嘅時候咧，我發覺多咗好多偶遇咯。即係我由寫呢一，即係呢個習慣啦，或者呢樣嘢開始咧。是咧 keep住會有啲好搞笑嘅發生，跟住我就會寫低，即係我越寫越多，你知唔知啊？即係我寫咗一樣嘢發生，後面咧就越嚟越多同一樣嘢發生啦，明唔明？即係寫日記，反正就可以幫到。其實我覺得你啱啱，反而我都唔知咯。即係我覺得好好就係、是、寫日記可以幫到你知道點解最後會導致嗰個結果會發生咯。同埋，即係因為每一個嘅。偶遇嘅可能選擇啦，或者係又嚟嗰啲偶遇啊，其他嘢造成一個必然嘅結果。得啦，係啊，唔係，但我反而覺得你相信咧，嗰、那個相信咧係好似空氣般咁樣呼吸咁自然啦。係啊，我發覺當你越期待一樣嘢嗰樣嘢係會發生嘅，因為你就等於你係要缺少嗰樣嘢咯，因為你好想嗰樣嘢嚟去拯救你咯。點講咧？有陣時咧，我發覺所有
你想要得到的東西都會在你忘記了你下了這個 order 那一刻發生。